便秘是许多女性经常会出现的问题。上厕所拉不出来，不仅会出现肚子疼，皮肤也会跟着变差，出现色斑、痘痘，影响肤质。而肠道又是人体的第二大脑，是最重要的免疫器官。如今韩国现在十分盛行一种一分钟肠道按摩操，无需吃药，在家就能随时进行，帮助肠道清理囤积的毒素和堆积的粪便，轻松消水肿，改善便秘，还能提高自身免疫力。肠道蠕动差是导致便秘的主要原因。小肠在人体内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只知道大概的位置，而大肠则是有四个固定的位置。大肠蠕动出现问题的地方是小肠移动到了大肠入口位之子，也就是在人体右边桡骨以及左侧肋骨下方的位置。从小肠到大肠，由于要吸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，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。如果蠕动变差了，粪便就会形成堆积，也就会出现便秘。错误饮食结构，饮水少影响肠道健康，按摩可以帮助肠道排毒。根据韩国美肠协会理事长表示，不当的饮食结构、饮水少、长期久坐、缺乏运动等等原因，都会影响到肠道健康。据理事长自己介绍，他自己原本也是属于比较容易出现便秘的体质，再通过运用了美肠按摩法，就达到了改善体质、缓解便秘的效果。接下来就送上一分钟居家美肠按摩法。一、双手摊开，手掌覆盖于腹部，使用整个手掌抚摸肠子位置，由上至下推按，重复动作。二、在侧腹部、背部和腰部也同时由上至下推按，这样的按摩有助于产生便秘。三、右手叠于左手上，呈十字交叉状，右手的中指第一关节放置于左手的中指上。四、用手指轻轻地按压肚脐下方位置约二到三公分部位，一边深呼吸吐气，一边用手指按压。五、在肚脐的四周缓缓按压，从肚脐的正下方开始，一边吐气，一边做顺时针按压肚脐四周。六、前面的按摩过程中，如果有感觉到坚硬的部分，进一步按压刺激，以手指上下来回八次按压按摩。一分钟居家美肠按摩法，几个步骤都介绍的很全清楚，肯定可以帮你缓解便秘，还你一个完美的脸部。但是适当的按摩可以促进排泄，减少肠道中的垃圾，但无法做到清理肠道，恢复肠道健康。在这里建议选择补充膳食纤维，增殖肠道益生菌群，减少害菌。在医学杂志医学新知上就推荐了一款多润堂膳食纤维补充剂，采用高纯度膳食纤维与低聚果糖，具有促进肠道蠕动、优化肠道环境、增殖益生菌等多种功效，有效解决便秘问题，并且是由食药局审核审批，315诚信企业研制，值得信赖。如今在淘主就可以轻松获取，非常方便。再送大家五个预防便秘的小贴士。一、按时上厕所，养成良好排便习惯，每日定时上厕所，可以养成稳定的生理时钟，并防止粪便累积便硬。如果实在解不出来，也要尝试练习催生便意，久而久之自然会成习惯。排便时尽可能放轻松，不要用力硬挤，先做二三次深呼吸再略使劲，排便自然顺畅。二、规律的运动，每日适当活动，每天适当规律的运动可有效防止便秘，当然能增强体适能及肌力的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登山等有氧运动，是便秘患者最佳选择。三、要避免熬夜，生活规律，养成早睡早起、定时上床的习惯，并改善焦虑状况，像是在工作之余以嗜好来疏解压力，尽量保持好心情，均有助平衡自律神经，让肠胃通畅。四、饮食要清淡，饮水要多喝，白开水最好，如果对白水抵触，可以泡一些清热去火的绿茶、茉莉花茶。平时饮食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